3月21日 ,BLACKPINK 成员之素公开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ME 的最新主题海报，在淡淡的红色背景下，包含了像水彩画一样的视觉效果，让人联想到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Flower。 之素身穿红色服装，搭配花纹饰品，以简约又干练的造型营造出魅惑的氛围，再加上梦幻般的眼神和温柔的领袖风范，完成了压倒性的气场。 BLACKPINK 在18日抵达台湾时采取严密保卫措施，不止搭乘专机，还出动10台保姆车和20名保镖。原本19日演唱会结束后就准备搭机离台，不过受到南韩机场大雾影响，临时取消飞机行程，多留在高雄饭店一晚。不过 BLACKPINK 于20日一大早就再度出发，顺利回到韩国。